和卫星很近啊，这几颗卫星的距离非常之近。那个地方我探过，你一看一眼就认出来。我要换一个地方降落。 这么多太空垃圾，这又是一座星际站被轰没了吧？这是太阳能板吗？飞过去的。格隆布里奇二，但是格隆布里奇二，这个地方的特征还真不好找。我去了这个地方，但是哎，高原。 Landing initiated. Watch your flaring. 这甲烷大气，就这种厚厚的感觉，在有的时候。Perhaps not the sort of place on which one would settle down. 前方不明天然，我要去找天然的。 那里，这高重力星球跑步真的费劲，因为你跑不动。 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腿摔断，就刚才这个高度，如果不用喷气背包缓冲一下，都很可能出事。前面那边好像是没有去过的，我能看得出来。 这鬼地方跑路可真费劲，越重力越低的星球探索起来越方便啊！当然，重力越高的星球越累，很真实，我只能说，我说这累是你。
你能感受到的累，因为耐力太低了，然后还容易摔死。结晶池、结晶矿，我要记录一下这个。结晶矿物、结晶池，打勾。开两枪，为什么要开两枪？温暖的矿泉促进晶体的快速生长。哇，这个晶体晶莹剔透啊，这里啊。还有这个光，这个光泽，结晶物、矿物池，那边是什么地方？过去看看。哦，这也是结晶矿物。这个星球的天然点分，哎呦，这个低重力的地方，不是高重力的地方，就是这样。凡人，930，那个不会也是结晶矿物吧？话说。如果在现实里，在这种低重力星球，不是高重力星球上，那人的具体感受会是，哦，我知道会是什么感觉了，就是你刚从游泳池上岸的那个感觉，但是那个感觉会一直持续，只要你在这个星球上，那个感觉就会一直持续，就是那种刚刚从那个游泳池的梯子爬上来的感觉。非常的沉重，非常的难以站起来的那个感觉，可以体会的。你可能还真的知道是什么感觉，因为在水里的时候，相当于你的重力是很低很低的，因为密度的关系。这个扫描仪的这个化学动画、元素动画太好看了，我就有的时候就喜欢让它一提着这个弹出来播这个小动画，这个元素轮盘展开的过程特别的舒适。是什么呀？其实我没有必要拿着枪，因为这个星球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威胁，这就是个荒芜星球，无生命，无植物，无动物。格隆布里奇是怎么回事呢？看一下格隆布里奇是谁，或者格隆布里奇
格隆布里奇三四。等等，这个 GL 是这个星系的 GL 是多少？GL451A，GL451A。是这个吗？光谱型 G8，绝对星等，好像不是这个三四。Groombridge 是现实里的格隆布里奇三四吗？距太阳约11.7光年，两颗耀星。但不，这个是西，啊，没重量、质量。质量0.163 m，不是这个，格隆布里奇三四和这个格隆布里奇星不是一个东西，质量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格隆布里奇是什么？Groombridge，让我搜一下，Groombridge Star System。为什么我只能搜到啊？还有格隆布里奇1618，靠，那这是几呀？这。为什么格隆布里奇？那我查一下 GI451A，啊，不是 GL451A，Groombridge。现实里可能不叫 Groombridge，因为它有些名字是又是改过。GL451A Star System。难道哦是这个 Groombridge 1830，格隆布里奇1830，格隆布里奇1830，Groombridge 1830 located about 29.9 light years away from Sun, so it lie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onstellation Ursa Major。The Great Bear 大熊座，which also encompass the Big Dipper。Big Dipper 叫什么来着？勺什么？巨勺座。Northeast of Aurora Borealis 什么东西？This star was listed by Stephen Groombridge，1755-1834年，应该是个天文学家，whose a catalog of Polar stars reduced to general one was published in 1834。我直接翻译一下吧。格隆布里奇，鉴于超级耀斑的定期爆发，地球性生命不太可能在任何内部的岩石行星上存活很久时间。与格隆布里奇1830的距离只有约0.44天文单位，围绕水星角度，这颗恒星有可能，啊，这颗恒星，但不是一定，因为我们观测不到。现实里是这颗恒星有可能，在寒冷的外轨道上拥有气态行星。那我看看星空里有没有气态行星。哎，在星空里，我们的格隆布里奇181。格隆布里奇1830确实有气态行星在外轨道上，和现实里我们的推测一致。哼，让我的飞船降下来。这个。Stephen Groombridge，哦，
格隆布里奇几几几，这个意思说是由这个 Stephen Groombridge 这个人他列出的目那个星球目录，恒星目录为名的。斯蒂芬·格隆布里奇，天文学家。是一个英国的商人和天文学家，1755年到1832年生人。他编写了一个恒星目录，花十年时间进行观察。格隆布里奇，也不是这个翻译怎么翻的乱七八糟，还不如看英文。Using the then new transit circle built by Edward Tuffington.He began to compiling a star catalog of stars down to about 8th or 9th magnitude. He spent 10 years making observations on the Groombridge transit circle and another 10 years doing reductions of the data. In 1827, he suffered a severe attack of paralysis. 他瘫痪了，在1827年他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瘫痪 from which he never fully recovered. 他从来没有完全恢复。然后别的人继续接手他的工作，然后 Groombridge 是在黑死病的时候死，或者说是因为黑死病死。他的星系，他的这个 catalog 在1838年发布，就是和别的这些天文学家同事一起，他们帮他发布，然后1842年，他目录里的其中一颗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星系格隆布里奇1830，被一个叫 Friedrich Wilhelm 的人发现了，发现有一个非常高的 proper motion。For many decades, this proper motion was the highest known. Today, it still occupies third place. Proper motion is the astrometric measure of the observed change in apparent space of stars or other celestial objects in the sky. 格隆布里奇1830背后的故事。这个格隆布里奇1830有超级耀斑，巨大的日冕物质抛射放能量从1亿次到1000万次，比典型太阳耀斑更大的光谱恒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着的这颗恒星。极端环境，低温。
Mai， 冰川裂隙，我猜对了吧？未探索的生物特，生态特性。冰冻裂隙上升的岩石，记录一下。冰冻裂隙上升的岩石，已勘察。这是格隆布里奇二。哦呦，我怎么了？冻伤，该死！这。看着自己的飞船的影子，想拍一张。废弃这个不错，阿波罗时代一，这个更有雾的感觉。谁能看得出这艘船是开拓号改？开拓号 ，Frontier。这从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部件来自本来的开拓号，可能起落架啊，起落架也升级过，那是真没有一个部件来自原来。格隆布里奇二，但是我们要找的是精神生，就是那个致幻菌类，这个肯定是在有生命的星球上吧？有生命的星球，植物这边有原始植物，居然格隆布里奇一居然有原始植物，令人震撼。啊，我都不知道。有舱室有独特名字，靠，怎么办？我能不能把那个东西用代码加回来啊？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哪个舱室居然有独特的名字。
标准二氧化碳。那我能不能用代码再加回来呢？沙漠、草原，哈，草原，让我们找个大草原中间降一下。但是名字唯一也很重要，毕竟强迫症全收藏党怎么能这样丢失一个东西呢？希望以后有 mod 或者什么东西把它加回来，让你可以再造。这个地方只有最原始的动物群啊，不是什么动物群，最原始的植物。哪位啊？这是对了，我不有冻伤吗？靠，治错病了，这吃错药了，吃错药了。警告你，识相一点，新防队。我们面对海盗的时候就换上这身衣服，新防队突击宇航服，来一个这个新防队安保暴乱头盔。建议你老老实实识相一点，否则后果自负。 As long as the credits keep rolling in, life's good.这算不算小剧场？一个蓝，一个红。这个地方去过。哦，放射性液体，什么情况？
Does the UC really think this death scares us? 你搞笑呢？ 你再说一遍。 现在够不够吓人？哎呦我操！Fuck！ 马车夫和你没完，我再也不用这破烂了。我现在就回船把它改了。靠，不是这个马蜂窝，哎，这个马蜂窝真的难崩，我靠！什么玩意？人家掏出霰弹枪想近距离。 想近距离，对吧？快速解决敌人，结果把自己炸死了。What the fuck？ 真他妈离谱！才不要这东西，电磁弹，非致命武器，但是这伤害也太低了吧。 防队突袭。这星球重力不高啊，这。 乖乖听话。 Nobody can stop the Crimson Fleet. Nobody. Literally. 给你一次机会了，立刻投降。 放下武器，新防队，立刻放。不。
这货枪都掉。立刻投降！谁在那喊？16000。走为竞品藏货大师级。为什么还在想战斗音乐 ？Next mark， 再拿 next mark 看看。他要是不嘴欠，我都不动手，我就等这帮海盗嘴欠。就是我现在默认是怎么，就是我的角色叙事是怎么是这个样子，是就是深红舰队不是没了吗？然后在我的这个。设定里就是这些剩余的海盗就四散了，然后但是我并不确定哪些海盗，有些海盗可能是只是拿着之前的装备，然后自己想安安静静的过一个生活，也不干扰别人，但是你进去他们肯定那是他们的地盘，对吧？他们肯定会警告你离开，但是我用对话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还在干海盗的事。如果还是在干海盗的事，我就不会。有的时候我进一个哨站，我逛了很久都没有任何人提到任何关于劫掠相关的对话，那这种时候我就走了，包括交涉成功的我就走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哨站的人全都在说各种什么啊关于劫掠杀人越货的事情，这种时候我就下手，取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个改进型啊，
是改进一些。生命迹象，那边有个800米的，可能更近一点。I am grateful for I keep。对，我见过有叙事说有的地方，所以就是因为我见过那个叙事，就是像有的朋友可能问，哎，那他们打我，但问题是人家如果自己占了个地盘，就想在那里安安静静过自己生活，不想被打扰，然后人家还会警告你，就是他会警告的嘛，你如果靠近海盗，你靠近任何敌人，他们都会警告你不要再过来了。就那这那连美国都还有城堡法案呢，对吧？就在这，如果人家我认为就是如果人家警告你了，你非要进去，人家打你，那是你不占理啊。所以我现在处理就是我先交涉，我交涉，然后我进去。如果除非是就对于这种海盗来说，我一般会用非致命，就算他要打我，我也用非致命，除非。我就是相当于是我穿这个身份，我是 UC 新防队的嘛，或者在 FC 的星域里我就穿那个游骑兵，就他们都能看得到我是警方，我是政府的这个公啊办这个公事的来。如果他们还要阻挠我，那我才会下那个致命手段，或者说我直接能查到从他们对话里啊之类的地方能查到那个他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劫掠。我才会开始用致命手段，或者说他们抵抗搜查，但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交涉，你如果没有交易的话，他们就是100%抵抗搜查嘛，所以那样的话这个角色叙事没法建立。但如果你有交涉的话，那就不是100%抵抗搜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建立一个自己的相当于一个自己的 RP， 自己的角色设定，自己的角色行为，自己的接触准则，这些东西就都行。自从有了交涉四级以后，我这个角色扮演体验就上天了。我开始真正能扮演自己想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这种太空刑警一样的感觉，在各个星球上面啊搜查巡逻，然后劝降调查。这鬼地方怎么还超重？我都这么近了，干脆我去存一下东西吧。超重超太厉害了。哎，完了，好家伙，行了，拿反，这下尴尬，我没有那个能力到现在。为什么我会这么超重呢？是什么东西导致的？总重量17个橙子是几个意思啊？ The fuck， 这些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把这些东西拿在身上有什么用？Come on。 怎么又超重了？哎，我去，发生了什么？不是，我觉得有点问题啊，现在。
刚才是闪电。话说我开快捷栏的时候啊，不能用摄影模式，否则我可以用快捷栏当做那个慢动作嘛。其实快捷栏就是一个慢动作，我突然发现，快捷栏是自带的子弹时间嘛。喷气背包，打开瞄具，原地悬浮。如果体操有一个子弹时间就好，我很希望体操有一个，就是那个滑铲嘛。滑铲，我觉得合理的就是等这个体操上到四级以后。你就会解锁一个滑铲时子弹时间，我操！你想想，那对吧？那可是我，那可好，太好了，爽飞了。这个体操，如果说四级是子弹时间，我直接点爆，我点爆。扫描仪开截图模式不行，因为它会晚。你看，如果我现在开截图模式，它会晚那么一下。如果你要抓拍一些东西的话，这个延迟其实是很致命。所以我一般开照片模式，我还是会用暂停，因为暂停能保证它就是那一瞬间。那扫描仪它有延迟，它要等扫描仪关了才给你开进去。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想抓拍一瞬间的话，就会被错过。冰川遗迹，我记录一下，融化冰川，冰川遗迹，融化冰川，括号冰川遗迹，下一个手柄没有这种快捷键。就咳嗽了，我靠，事儿真多呀。生物循序完成，那我该撤。换，这个地方除了草原还有个沙漠。惊艳的来喽！我飞船怎么失灵了？飞船怎么失灵了？我操，他用了什么？刚才怎么回事啊？
我飞船操控失灵了。该死，他们还有这本是吗？ What the fuck？ 第一次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怪。山脉，我要去沙漠。我记得，对，沙漠。Landing site is sufficient. Taking the ship down.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哇哇，这咱们给它加一点点，稍微。哇！嗯？来人找打。八爪，镇静剂。这好漂亮啊！没想到这星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咳嗽。人呢？
人又哪去了？咦？哈喽，这帮星翼每次都不知道人到哪去了，想找他们都找不到，也不知道是谁猎杀谁呀，搞反了吧。我还要猎他们，说好的猎杀呢？看看这玩意像一个大蘑菇，但实际不是，顶上，哎，它顶上是有正儿八经的叶子，顶上的叶子像松树，但底下就像蘑菇，然后中间像仙人掌。哦，这玩意真怪。上面像银杏和松树的结合，银杏、蘑菇、松树，但没必要银杏，就松树、蘑菇、仙人掌。格隆布里奇一，镇静剂。显示资源，蜜蜂剂，镇静剂，我要写一下。格隆布里奇镇静剂，镇静和蜜蜂。这沙尘暴了还。Ship's good. Welcome, welcome. Let's go.
全球冰川衰退。格伦布里奇三，无动物，无植物，哼。无动物，无植物，无动物，无植物。哎。这里格伦布里奇 8A 是有生命的星球，二氧化碳微量中等。Site is sufficient. Taking the ship down. Air 质量糟糕。记一下之前那个低温实验室，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废弃麦布里奇制药实验室，这个也探过。瓦鲁狂徒，这帮人就没什么道理可讲了呀。这帮人
混乱邪恶啊，这是。谁跑我船那里去了？为什么我船这里有个敌对标志啊？这什么酸啊，森林草里长得有点密孔，观赏物，这玩意很好观赏吗？多叶晨星，我看这晨星倒是啊，也不怎么好观赏。碧蓝垂泪灌木丛，谁起的名字？这是光泽豚草。扫描爱好者狂喜，看着密密麻麻的可以扫的，狂喜。扫飞了，扫疯了。蘑菇头 ，What the fuck is this？ 卧槽，亮龙，这星球上这什么呀？这是？都会一抖一抖的，
10种植物，我去，这可真是黄金世界。虽然没有氧气，大气是什么来着？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稀薄。我去，这没有眼哈，石火鸡。像一个蜘蛛哦，中间粘着蜘蛛丝一样的东西，是个大蜘蛛。我靠！对了，这存档存多少个？我该清一下，我该把我的那些旧存档备份到别的地，然后把这个地方清出来。一般我会这么干。我操！敢咬我！
要是能建那个蒙古包移动帐篷就好，那个更有感觉，毕竟这只是个临时哨站而已。日出兰德利亚，美丽的日出，新的一天。哇，Holy shit！ 太美了，多么的漂亮。这甲虫可太难找了。
花朵。决定啊，我要开始做一个表格。不对，是不是有人已经做了表格了？就是关于每个星球上到底有哪些动植物，以及这些动植物产出什么资源，然后他们的性情统计，这一所有的表格有人做吗？就比如说我扫一个动物的时候，它出来那些信息，然后就统一到一个 Excel 表格里。现在有没有人做这个？没有人做的话，我打算做一个。就比如说生物性情的可能的种类，性情其实应该每一种动物都有相应。那但是资源，然后可出现生物群系，是否可致命收获，生命值特殊，生态地位，这些东西。哎呦，睡觉呢。我操，爸。又是你，孤山，记录一下。孤山，
Please. I need to get to my ship. And I can't. We got attacked by some lo- There's too many out there. But you... 威胁？为什么还有威胁？ Then let's do this.紫色的树，黄红黄色的低矮的，紫色的高树，红色的矮树，黄色的，哇，这个色彩搭配真是一绝呀！这色彩太好看了。这个地方。但这个蜘蛛显然不是很友好的样子。蜘蛛显然是生气了。也不知道后面的人怎么样，跟没跟上。建议他快一点。哎，又怎么了？You saved my life. Thank you so much.
place harsh living off the grid. Without your help, I would have been a goner. Well, that's enough adventure for one lifetime. Yeesh. Oh, 吓死了。 小蘑菇，原来是只鸟。 Where's my ship？ 来了。 那哨站没拆啊！靠，死不管。石柱，贤者灌木丛，
什么玩意？贤者灌木丛 ？What the fuck？ 这东西很贤者吗？这我没看出来呀。为什么贤者 ？What？这又是什么东西？藤塔贝德群聚。黄景兽。我操！我招你们惹了？长得像个大火鸡一样。动静，谁在追着我？十度，想起来就存个档，但凡想起来就存个档。石柱周边好像也没啥。撤退。不。我决定了。哎。哎操，不翻这玩意。我 No. 我写一下石柱。哎，重力0.48倒是还挺低，38就挺热的。
这星球如果平均温度都有38度的话，这么热啊？放下东西，77万。Any adventure you can fly away from. All right, let's see. 这鬼地方的特征到现在没找到，是不是又有点抽象？山脉落叶林82%，针叶林、热带雨林，还这么多地方。落叶林、针叶林、海岸。真好看。Always a pleasure.我勒个去！
哇！And your scan shows. 爆竹藤，爆竹浆果。这不七六的爆竹。爆竹藤。幽灵月桂。被遗弃的终极者，建议里面的人好自为之。换衣服。不要摘头盔。不要摘头盔。哎呦！我操！Whose funeral？FOV， 这是110吧？在哪呢？啊，这儿，默认85。110是什么样子？厚礼是110，这是110，你可以拉到这么高。这像在打 Apex，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一般都是竞技网游才拉这么高，但是你确实可以拉这么高。哦，我还是默认。85。OK。Always worth checking. Never know. Find in their pockets. 海盗突袭宇航资源运输者。只活了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听来得及听信我的劝降报告啊，我的劝降啊，只有一个人听进去了。
不似害。现在有两害，害变兽、异种、幼虫这些都。废弃的中继站，得要这玩意儿。海盗恶徒。钱是永远不嫌多。I think you may be trying to take a little too much on. Literally. 让我等一下，上个洗手间。叫什么来着？被遗，被遗弃的。中继站打勾。因为这个以前也看过，我就是进来确认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什么废弃矿井它有好几种，然后有的它就一种，所以还是进来确认一下为好。它这些植物的颜色配的都特别合适，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它配的这个植物颜色是绿色的高草丛，以及蓝色的这个树，也不是灌高灌木丛吧，或者说就然后刚才那个地方配的对吧，底下草是黄色，上面一层小树是红色，再上面一层高树是紫色。星空这个颜色搭配啊，这个星球的颜色搭配，我觉得这些植物它都是考虑过的。它没有那种看得特别乱的地方，就除了那个真菌丛，有一个地理特征叫那种置换真菌丛，除了那个东西以外，所有的星球自己的这个生态环境色彩搭配都巨舒服，这个色调什么的。这景色可不多见。
还是这。漂亮，蓝的啊，对，哎，你这么一说，这些条纹什么的还真有点像阿凡达里的，特别是身体上那个条纹，有，确实啊，确实。不知道，地方植物还没扫完，缺谁呀？缺爆竹藤，居然。这树居然还能爬上去。我忘了换宇航服。突然一滑。哦，滑铲以后自动那个叫什么潜行吗？确实，滑铲以后自动潜行。星空这雾气确实做得好 ，DF 也说了这点，远景的这个雾气填充，地形雾气填充特别好，应该叫 height fog 吧，这个东西，我记得。高度中文，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还剩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哎，我不要这个特效。那是什么？那是一颗卫哦，那是一颗卫星，我靠！呵这不是杯赛内部现在还不让发呀？我不知道，我也在找，还没，我也没找到。他按理说现在应该让发了才对，很奇怪。特征山脉热带雨林90%，也就是剩下的一种是在热带雨林。这边有热带雨林海岸，要不正好去看看。What wonders of life this planet hosts. 海岸在哪儿？应该是在那边。对对对，我看到珊瑚了。那这最后一种植物是不是海边的植物？我先去那个看看，那个可能哦，那就是我要找的精神植物群吧。哦，我最后一种叫极地巨口棕榈。这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巨口，哈哈，长成这副样子也太抽象，怪不得叫巨口。那为什么叫巨口棕榈呢？原来如此，我只能说。蜜蜂剂，这是类似捕蝇草那种东西吧？
精神植物群应该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真正来这个星系要找的东西，就是这个，我认识这个真菌石窟。哦，不是这个啊，是这个，是这个茂密的林地真菌石窟，我记得73。茂密的林地（括号）真菌石窟。73级，点什么呢？73级，我其实想点勘探了，因为勘探吧，现在确实有点那什么慢。烹饪，但是我也想点烹饪，因为我想过日子，怎么办呢？现在先过日子优先，还是勘探优先？我现在非常的纠结。更加稀有的资源，动物学，纠结死我了。想点的不少，但是非常纠结。我现在检测到罕见无机资源，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检在？哼。Shit. 行星居住我需要点，但行星居住我现在不着急，说实话，我不需要，目前我哨站的数量是完全够用的，所以这个可以往后再说。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我咋纠结死我了？这 ，shit， 可恶 ，motherfucker。如果我要点这个，更快速了解信息。我还是想先点烹饪，因为区别是什么？我既然我想在自己家过日子，我要会做饭，然后我们可以对吧，在晚上享用什么烛光晚餐，不用每次都要出去吃。所以这两个技能的区别是，一个是你要是不点那个技能你就做不了东西，而勘探这边是你要是不点这个东西你只是慢一点，但是你依然可以得到你要得到的东西，但另一边是你不点就得不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先点烹饪，我回船做五个菜，回船做五个菜以后我们就可以点烹饪，就可以再生烹饪了。你看现在是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扫描技能太低了，但是你又不是不能扫是吧，无所谓，我又不着急，慢点就慢点呗，都玩300多小时了，还差这点时间别完成。已勘察，我很喜欢这个 UI 的动效，所以我经常会这样来回点，
这个是因为它这个动效挺好看。说实话是真的，这个技能系统你那些什么几十小时的玩不到什么。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的这一套玩法就是那个主交涉嘛，你看看这交涉四级你要很久才能点上去的呀，包括这哨站也是，说实话你要正儿八经建哨站的话，这些技能在很后面，行星居住、哨站工程、飞行突击训练、子弹时间，这些战斗机制，包括这种 build 玩法，它要很长时间。其实这一代你要了解这个游戏的全貌的话，需要很长很长时间，这是肯定。就我也就是300小时才开始真正能用我的那一套，就是劝降说服非致命的这个角色扮演。哎呦哎呦，但我不在乎，就这游戏本身就慢，这游戏本身就好玩，本身就慢，那这技能慢一点无所谓啊，我觉得。你反而有一种一直在成型的感觉，就你玩了很久，就你成型很慢，但是成型很慢的好处就是你会感觉你的角色一直在慢慢的成型，就一直在有新的玩法出来。一会儿哎，我可以点这个了，然后一看哦，这个可以这样子玩，然后新的玩法进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个，哎，又一个，就是你玩到这么久，350个小时，我现在快，我照样在有新的那个玩法进来，就感觉不像以前，就是你很快成型了，然后就是定在这里了，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后面有好有坏吧，我觉得，一是前期确实前期强度太弱，玩家的强度太弱，成型太慢，但是我觉得。既然就凡事都有利弊的话，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你到后期依然能一直有新的这个玩法和动力。像以前的话就是前期体验是很好，但是成型以后就定住了，除非你自己刻意说我要换个流派，但是星空不需要，你就正常玩，然后你会发现哎，后面可以这样那样。就我觉得对于一个慢节奏的游戏本身来说，我觉得无所谓，就慢点无所谓。迎接生命是什么东西啊？这翻译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什么叫迎接生命啊？迎接生命 What?